好，线上有第二杯10元的优惠哦。您没听错，同一种饮料第二杯只要10块钱。这是台中一家连锁手摇茶饮业者为了庆祝加盟店的开幕，特别从8号到10号这3天在太平店推出的好康优惠，要抢攻消费市场。6月10号是店价上涨的日子，那茶摊会特别在选定这个时间8号、9号、10号的部分啊，太平中心店做了一个优惠，就是第二杯10块钱的部分。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能民众共体时间，然后 hold 住民众的荷包。气温一直飙高温，民众想要消暑，有人会选择买杯饮料来解解渴。而听到有这样的便宜好康，不少民众是一口气买了5、6杯，也有人揪朋友一起来捡便宜，顺便喝好茶。很便宜啊，反正他付钱的啊。第二杯10块的活动，你觉得会不会很便宜？很便宜啊，所以才来买啊。对，喜欢他喝他们家饮料。对啊，因为就是茶比较好。对，就是使用蔗糖。第二杯10块啊，很便宜，特地来买一下。烧我们的对啊，喝他们家饮料，很好喝啊。他们家的茶香的味道，就是跟其他的那个饮料店加那种有的时候加一点香精的不大一样这样子，哎呀。现场购买民众一波接着一波，服务人员摇饮料的手没有停过。手摇饮料业者预估3天下来，业绩至少可以增加30%左右，不仅为自己赚进了大把钞票，消费者也乐得捡便宜。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